特内戈罗，36岁，身高210公分。辛苦投进了第一个 field goal。哇哦！有了亚运金牌的加持，完了就非常非常多人了。再加上这两年他们主打这个所谓的欧陆的这个打法，其实对，其实就是在高景伟下非常好啊。他其实在往内切入之后，给高景伟中路传出来，林信宽外线出手了，进！林信宽第一个三分球，蒋玉安大脚转移。进攻时间快到了，要拆弹了。哇，巴西守得非常精彩，林信宽竟然拆弹投进了。这一球没有这么稍微多一点的运气，怎么有办法拿到亚运的金牌？林信宽外线再来一颗，有一就有二，哇哦！夏轩结果这一球传了，被林信宽抄走，自己一条边上篮，哇哦！